分年纪，帅气不分男女。如果在路上看到这一集的来宾模样，你会感受到怎样的震撼呢？台湾的男生跟其他地方的男生，他们对于美女品味上面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五位男生，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研究。欢迎他们五位，欢迎你们。好，这五位呢，当中我们看到红衣服的这位是夏欧玛，他来自几内亚。然后后面这一位安东呢，他来自乌克兰。中间这位何明佳来自巴西。后方的这位是施麦克，他来自德国。然后呢，最后一位是何伟明，他来自洪都拉斯啊。那这五位男生，他们等一下要看一下我们所找来的美女们，那看看他们的选择跟正在看节目的你是不是相同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一张女生的照片 ，Number One。哇塞！你刚才是说第一张女生的照片吗？这是第一个女生的照片。Number One，Second。Is she drunk？好，这是其 one of them number one、哦、and let's change the girl number two。他还有别的 angle 吗？已经发出咳痰的声音了。Oh my god！ 所以外国的朋友好像就是跟我们差不多哎。是，所以如果我们就选择谁比较漂亮，不要管他们是男的还是女的。可是你觉得观众看得出来这个是谁吗？我是看得出来啦。So if we have to choose one from the two。Okay. You choose the second one? And how about 何伟明？第二个吧。第二个。对。施麦克呢？他比较自然。对，他比较自然，所以两个都是男生，所以他比较好。所以他有一票，后面那个有两票，对不对？安东。Second one. The second one. Second one. 所以他目前只有一票吗？嗯。夏欧玛。You prefer this one? Well, so far, I really don't know to choose so right now. So far, this one gets more votes, you know. 这个人得了四票。他会说 I want to go back home. 我要回家。Number three. That's what I want to see. That's what I want to see. This one you want to see? Is this one beautiful? That looks better than... Oh, better than... How about comparing to her? I go to her.他有想一下，他有犹豫的，他有犹豫。你帮我问其他男生。Oh my god. Oh, so this lady wants to know between she and this lady, which one you prefer? This one, Anton too? Obvious choice. 夏欧玛。Yeah. I think it's not fair to compare her and this woman. Why? It's obvious she's ugly and oh, you're beautiful. Oh, we think that. Welcome to Taiwan. Okay.不用那么先打扮小甜甜，也不用那么高兴吧。好，那我们看下一位。OK， 这张照片其实不难看哎。So how about her？ 小甜甜又赢了吗？哎呦，我觉得小甜甜就算现在赢了，她应该也高兴不出来吧啊。所以我们现在有四个，然后甜甜是第一名。好，来我们再往下面走。That's a hot chick, man.This is a hot chick? 他说他很强势。Where? Just like to look at her like that. If I guess the rest, I think that must be a really hot chicken. 我们还有一位哈。Wow. Man, the chin. The chin is too big. 对。所以我们只剩下甜甜跟露露两位，我们不太确定名次排行如何，是不对？我们要请他们到我们的小窗户里面来，让他们看一下本人的。一次两位嘛。肩部一次两位。好，那我们请的两位呢？麻烦你带出来那位我们第一个看到跟第二个看到的。好，一二好，一号二号请出列哈。好了，他们已经在这个后面了哈，这分别是一号跟二号。好，我们先看这位评价比较高。这位哈，行。我觉得我的枪可以拿来。Is the real person is any better than the photo？ 照片的话，应该会是比较好看吧。照片比较好看。对。所以本人是更可怕。对。哇，你说的对。真的很像鬼耶。你戴了变色瞳片？没有。你的眼珠是有点咖啡耶。嗯。不过 I don't care。
开另外一扇窗。好的，我们看一下另外这一扇窗的。行。对，好吧，何明佳 ，What happened？ 你问他 What happened？ 这应该是有很大的 happen 吧？因为我说实话，我在后台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还蛮厉害的。我觉得你可能是被这一集的主题有点搞到有点迷失在里面。Which one do you prefer？ Do you prefer the lady in the red dress， orange dress？ 好，其实我想要听他讲话。哦，你可以问候一下大家吗？你好。你的牌子在那里，你不用再演。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聊得来吧，因为你也是来自国外的朋友。Yeah, I speak English. Speak well. 是何伟明，他讲话了，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左边的。左边的啊。何明佳呢？看起来比较好。右边的。Thank you. 肖马。左边。左边的。安东。左边。左边的。OK。是本人之后。施外克呢？我还是觉得左边的脸比较秀气一点。左边的脸比较秀，因为施麦克刚才是唯一一个选左边的，结果他现在还是维持哈。所以你暂时是输掉了。OK， 何明佳，我爱你。麻烦你坐到第六名去好吗？好，等一下还有机会往前，目前是坐第六。好，那你先坐第六。坐第六 ，Thank you. You are so handsome. Thank you. 你还蛮会讨好客人的耶。如果你要开酒店的话，你会选他吗？当然不会啊。我是说，我觉得赚钱还是很重要。你不觉得他很有趣吗？我不想要招来杀机耶，可能会惹毛一些客人。班杰其实走出来的时候还蛮厉害的，知道吗？就是因为毕竟还是深邃的五官，乍看之下还 OK。你再给我放电，我就戳瞎你的眼睛。We have a pair now again, so let's see. Okay, see this one. <笑>你真的风尘味很重哎，奇怪。他感觉就是酒喝过量的妈妈。他刚刚照片还蛮讨喜的，可是现在本人不晓得怎么搞的，像有经历过一些事情了。可能是眼袋的关系吧。可能吧。而且他手拿起来的时候手毛好重，不能露手毛。So again, we have to choose one of them. 左边。左边的又赢了。OK。安东呢？还是左边的。何明佳。左边。是麦克。还是左边。左边。何伟明。也是。全过哎，快，没有人选，稀罕的 ，sorry， 真的吗？妈呀，自己关，这里，妈的呀，关起来，那你计较这个干嘛？没有计较，也不好计较。麻烦你坐到第五名，好不好？根据得票数，其实他应该坐在第六，因为刚才那个妹妹起码得了一票，所以麻烦这位粉红的你坐在第六名，然后。黑色吗？还要换过去哦，因为你一票都没有，他还有一票啊，很惨。分数有这么低？有这么低，对，不好意思。好，好的，看看这一位，看一下这一位，请看。Holy cow！Holy cow！ 他不是应该要比较好的吗？什么 ？Oh my！我有两个外国小姐在这里。我觉得这些外国朋友会想说 ，What's wrong with your program？ 他们的外国没错。We have a pair again。我觉得新的感觉上有一点随便。随便？你说太随便了。你说个性吗？我还是要这个比较乖哈。对，他像一个就是很放荡的荡妇。我也觉得左边的。还是左边的，你也觉得这个气质不好吗？不是，那个受伤了吗？他装了很大，受伤需要这样子。他装了很大的那个，怎么搞的？沙欧嘛，他跟一个人，我认识一个人，他们很像 ，Margarita， 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对啊，我觉得。玛格丽特不会喜欢听到这件事，所以你要投给玛格丽特吗 ？If I have to choose, I'll choose like the left still. Oh, yeah, yeah.
So what happened to Margaret? It's just something looks not right on him, on his face. I know what you feel. I know. Nothing right. And don't know. One more time. 还是他吗？失败可以。对，还是左边的。Oh, good. 还是赢耶！哎呦，好强啊！所以你不但输掉了，而且你一票都没有哎。不要哭。Come to 妈妈。外国人都比较喜欢亚洲女生，你们来亚洲之后，我比较喜欢亚洲女生，就是讨厌。他们是喜欢你旁边那个耶，也是国外的街头。<笑> 没有，他是混血。我觉得可能问题出在你头发，这个 wig 还马马虎虎。I'll definitely go for a Chinese girl. 哦，所以他比较好吗？你看他就是喜欢亚洲女生哦。我们外国女生就来亚洲就会喜欢亚洲女生，真的很可怕。不好意思，你要坐在最后一名了。等等，往前移一个。OK。 想他下课率分数会这么低耶！对不起，坐到最后一名去了。德州大省的 feel 啊、夏克力，你有料到你会这么低分吗？没想到。你是不是以为你会第一名？我真的会输给他。我比谁都意外啊！我本来以为他应该下克力有一个说法是说。 外国的男士到了亚洲，会对亚洲女生比较有好感，是真的吗？真的会。可是如果是真的会，以冠军的面相来讲，Yellow fever meaning what？ 你眼睛往上飞耶，因为有稍微把它故意再睁开一下，所以重新再评估，它真的是里面最漂亮的。就是有一点媚的感觉，因为它我们两个这女生好像气质比较整体，对不对？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竟然在里面选出最漂亮的。我们这边有一位了，有一位了哈，所以这位应该会打败我们的橘红色这位吧？应该照理来讲是会，如果不会的话，so sad。 来打开来看看。刚刚有人说你 hot， 真的，那个小欧嘛说你是 hot chick， so smart。 可是我觉得他本人出来之后，不见得会赢橘色那位。好像没有哎，如果是这两个，我觉得好像是橘色那位真的比较亮眼。不会啦，而且他塞的比我们还多。 So Shama, you definitely go for this one. I won't wait even for a second. I'll just go right away. Oh, okay. So he wins a票. And don't. Not this time. Not this time. This time it's right one. Oh, okay. 何明江 右边 ，OK， 是麦克。幸好还有这个裙子。哦，还有这个裙子。对对对，各位。他看起来比较可爱，那我喜欢他的。 The smile, so I go with her. Oh, okay. 你得到全部的支持耶。Thank you so much. 如果没有的话，那对，人生也太悲惨了吧。对啊。橘色，不好意思，你输了，请你出来吧。终于可以坐了。 其实刚才就是超痛，想说我们出来的那一套要稍微好一点，然后我就穿一直穿，哇，那真的，我觉得你，所以你现在很想要脱掉吗？其实还蛮想。我不知道我会站在那边这么久。你想到一下，给我一二三，我第四个 round 嘛，我才哦，女生可以穿那个一整天这样子这样起来，我觉得很辛苦，真的很辛苦，是腰痛。真的，还剩下一位，你觉得他会是冠军吗？我觉得他今天可能是冠军，那他不就乐坏了？就让他人生当一次冠军好了。 在这个队伍里面，在这个 moment， 大得分。
Okay. So the final pair. Okay, see the final one. Oh, yeah. 真的吗？琪琪，你真的觉得他会赢吗？他，我今天是人生中第一次觉得他其实还蛮好看的耶。所以这是要有比较的。没有，你先看他们四个，看看看，然后再看过来，他是不是还蛮好看？你要先看那边，对，对，要看镜头呀，这样就是先拍这边，然后再换过来。So the final pair, we have to choose one from them. 因为他穿的衣服是白色，那我就会选他。为什么？因为我是我喜欢的颜色。哦。什么？那是颜色。我们已经沦落到。跟真的吗？这个对不对？这个。White, yeah. White. 可是。Go for it. 吃麦克呢？有变比较。真的假的？是我吗？没有啊。甜甜就输掉哎，我不懂哎，喂，何明江，我觉得右边的哦，小甜甜哦，没有右边是他，我吗？你赢了耶，你三票哎，输了，哇，我纯粹想要知道，准备准备，我们要问题，我们要问题，他第二，他第二，你不给安东，安东，你会选谁 ？In a club, I would definitely go for the left side. But for stable relationship or things like that, I think I'll go for the. 所以长期交往是这位，在夜店泡的话是这位。所以我是 one night stand 的。Definitely， 甜甜，甜甜，你应该是属于吃饱的那一种了。吃到饱的那一种。你还有。好，还有一票的机会哦。安东，安东 ，I'm so sorry。好，所以到目前为止，冠军是露露小姐。错了吧？不懂外国人的品味，在这一关当中，我没有想到甜甜会输。我也觉得，我以为他会，因为他一直跟我讲说，外国人都我是外国人的天才。对 ，He said your favorite is me. You don't like the meaty one? I and you, you are like a food, like a food. 因为照理说，你这种肉肉的，不是外国人很喜欢吗？可是起码有一位说，如果在夜店就会选他。可是露露，你去不去夜店？很少，几乎不会。你这辈子有坐在冠军的位置过吗？没有，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其实我今天来有点压力，因为刚才排到他们说好像桃子姐，好像桃姐，所以其实我今天说坏也会丢了桃姐的脸，所以好险，好险哦，我赢了，好，今天赢坐在冠军的位置，所以你今天是比甜甜、马国碧还有班姐漂亮，比Junior跟夏克力。对，可是说实话，你今天没有出来之前，你有认为你会打败班姐吗？没有。其实我们在后台的时候，我跟甜甜姐都很担心会输班姐，还有那个夏克力，没想到他最后一名。对啊，对夏克力最后一名我很意外。我说得很清楚啊，只是因为外国人都喜欢亚洲女生。太激动了，真的是很可怕。为什么他扮成女生以后还是要用这个声音？哦，他说他以前在当餐厅的 waiter 的时候，他是留长发，然后被人家以为是女的。哦，对，我那是什么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有长头发，然后从后面人家常常小姐小姐，然后我就看过来，然后就哦，可是常常觉得哦我是他们看到你的脸以后，还是认为你是小姐吗？没有，就是从一个角度就会觉得我是小姐，因为头发长的。可是黄家千好像有称赞过她很漂亮，那不是称赞，那是 criticize。他不喜欢批评你，他批评我，他不喜欢，他觉得你 too pretty， 你太漂亮，你太感性，所以他喜欢我留胡子。可是你今天最后一名，你没有太漂亮啊。对啊。OK 了。所以你们觉得他最后一名很奇怪，是不是？所以你们扮女装觉得最痛苦的是高跟鞋跟假睫毛吗？对，然后胸口也开始慢慢在发烫当中。胸口怎么了？我们有塞，我们有塞那个塞一些。海绵，所以你们有比较谁塞的最多吗？那个露露塞，四倍，对对对，因为感觉好像班杰的效果比较强烈。对，班杰塞了什么？哇，海绵半颗，
对，就是一个海绵嘛，就是讲它衣料发亮的关系吧。可是我觉得外国人的脸孔真的就比较适合塞很大颗，这就成立啊，他的脸跟那个就会对大。不过下颗一塞的比较多了。我是哦，毛不要跑出来，一毛不要跑出来。所以你们塞的东西材质是一样的？不一样。我的比较大而已。我的这边是那个就是内衣揉成一团，这边啊这边是卫生纸，那因为开始在流汗，所以这边慢慢吸水就。要调整一下吗？大家好像都不太一样。巧 ，Junior 的里面是什么？两坨袜子，就两坨卷起来的袜子。哦，对对对对对，袜子不要。Junior， 你以前扮过女生？有，我以前扮过女生。为了什么？也是在上节目上面的时候，然后还模仿过蔡依林，就是穿女生，然后跳一整串的舞，这样下来全部都破皮。然后那时候我才觉得就是。女蔡依林真的很厉害，是穿高跟鞋跳吗？对，穿高跟鞋跳，我真的觉得女孩子真的很厉害，真的，嗯，样子比较比现在不一样。我那时候比较瘦，应该说瘦蛮多的，然后也比较细，所以那时候还 OK 成立的。然后就慢慢长大，就是开始这边会比较出来，有腮帮子，就加上做运动那些就比较大。所以你今天一点都没有幻想你会比较前面，我。我没有想到我会输给 B 哥，就是很惊讶，我蛮惊讶的。罗 B 的效果不错，对对，他的他扮装扮完之后，我就突然觉得，哇，他还不错哦，现在有气质，因为 Junior 太 man 了，他就是他其实扮成女生的时候，我们在后台在聊天，他也是就是男生的那种感觉。那我会化成女生，其实我会稍微把自己就是，不是徐熙娣，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马国碧的小腿好像还不错，对，没有很粗哎，而且你站起来我看看，走个台步。哎，为什么他小腿？我明明记得马不是一个胖子吗？你为什么今天看起来那么？你为什么有小腿的线条？你应该每天穿高跟鞋。何明佳 ，You like the legs？ No？ 你讲起来。我整个肚子要跟我们马国碧，请问你们自己身为男性，然后扮成女生，你还有能力分辨你们四个当中谁最性感或漂亮吗？我们这四位嘛，我觉得班杰真的是，如果不知道他是个男生的话，然后其实会觉得就他，我觉得在黑暗的地方他很漂亮，很漂亮，然后身就是整个身形。因为刚才在后台他朝我迎面走过来的时候，我真的吓到啊，就是就很艳丽的感觉。但是我们后半集就把灯关掉。对，观众一直看黑的节目是不是？那个夏克力是他。我们在后台看到她扮成女生的时候，就是觉得她好像是个芭比娃娃，很漂亮。听说马国碧之前扮女生刮胸毛，结果刮伤哦。对，那时候就接了一支广告，然后刚好她那个广告需要一个女，就是男扮女生的这个角色，然后她又借的是那个瓶口。可是你那时候被看中了什么，然后请你扮女生？就是他们想要这个女生不是那么的很像女生的可爱，是有点丑的可爱。你是要让观众知道你是男的吗？我不太清楚哎，因为他跟你讲，他开始讲话的时候，他就撑不住那个微笑，然后脸就会垮下来。对，然后后来他就是那个服装师借了一个那个瓶口的那个衣服，所以我的胸毛就必须刮。然后我就是前一天晚上的时候，在一边洗澡的时候，一边慢慢刮，一边慢慢刮。刮完之后呢，那个浴室整个都淹起来，因为排水孔都被胸毛挡住了，对。然后后来就不小心也割到一个伤口，然后我也不以为意，但是后来变成蟹足肿，就一个疤了，就一个疤。所以后来就不再扮女生了吗？也有哎，其实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还是会刮。可是我今天一直以为你会是像欧巴桑，结果不是哎。其实我如果扮成女生，我很像我妈妈。不成这样子说妈妈，没有真的，就是这样说妈妈，真的我会。像你叫你妈，我们也无法做任何评论的。我觉得起码他看起来比他妈妈年轻哎，对我妈妈，你看起来像一个大概三十出头的女生哎。如果我的表情出现的话，其实我觉得会比较像男生，所以只要我没有表情，那不要讲话，然后不要讲话，装可爱，你不是很会？他的嘴唇很性感，比较有那个女生的感觉。而且班杰说他很会摆 pose 哎，对，你为什么会摆 pose？ 不是，就是因为那个有两年的时间在做模特这种工作嘛，所以就是看过很多很多女生的模特，所以其实就是因为看多了，我就是大概知道。你现在摆给我看看。
女生的。还不错哦，是，这是很过气模特儿的捧，可是还是女生的，还是女生的看很多，就是，然后女生跟男生走路不同是，他会交叉，他腿很漂亮，男生是好像喊一个球在这里，然后走路是，是，这是什么？但女生不一样是，他们会有点好像骑马，就是他脚会抬一点点，然后会一直陷。值得你们发出呜的声音，真是个大男人，所以今天表示说西方的男士们其实眼光还是很正常，嗯，很准确。我其实不太知道这个心情是什么，就是你们扮成男生有高兴哦。不能扮成真正的男生，而是有一点中性的话，女生会觉得自己蛮性感的。那你刚刚讲说扮成真正男生，说只穿游泳裤这样吗？因为不是，如果说你是帅气的性感是好的，可是他说哦，你长得真的很像男人，就你听了，我知道，你听了也不会高兴。我们今天邀请了五位女明星，她们要打扮成男生拍照了。潘慧茹这一次瞄准的男星是我的偶像，谁？刘德华。呀呀，你。所以就变成是你有在带着模仿的妆吗？因为其实他有一点困难，因为他的五官很立体，然后又比较凹，对，所以其实化妆是还蛮厉害的。所以我们看到的会是长得很像刘德华的人，还是说是一个帅的男生？我觉得猛一看有一点像。然后你有访问过他？我有访问过，那时候在香港的时候，然后刚好是我生日，所以他就在现场。就在我旁边，然后唱生日快乐歌，整首唱完，我整个人就觉得好恐怖哦。可是你那么爱他，你怎么顺利的进行访问？我就是一直看着他的鼻子，我不敢看他的眼睛，我就一直这样，然后我就是照着本来要的题目，就没有办法再发想其他更多，因为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目前锁定的男星是 Super Junior 的，真的，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喜欢比较长脸型的男生，然后我喜欢是那种很有棱角，然后比较 man 的那种。像我以前一直是喜欢金城武，也是同样脸型的男生。然后我一直很想要扮那种头发抓很高，很羡慕男生可以抓头发，然后长鬓角，我觉得男生那样就很帅。对啊。蔡诗芸呢？你喜欢的男明星是？我选的是乔尼·戴普。乔尼·戴普。Yeah。是那个海盗路线吗？还是他其他的路线？他就是平常的樣子，平常的样子，会有颓废的感觉，对，有一点，对，有胡子，然后就是他很喜欢戴那个帽子。可是你曾经扮过中性的样子吗？比较少。可是因为其实我私底下就穿衣服都比较中性，我都会去买男生的衣服这样子。因为其实我的身形比较就是宽一点。好，那彩婷你选的男明星是？我选的是张根硕。对，也是，我是扮他比较就是也是摇滚路线的。OK， 可是张根硕比较好扮，因为他有一点柔性在里面。对，可是反而这样子扮起来，万一会太像女生，所以我觉得也是蛮难的。张根硕好像脸跟他有一点，对，我是想说有一点相似，所以比较可以驾驭。所以你并不是出于爱他，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主要是。OK。对。那宇维呢？我扮的是木村拓哉。你好像也是有一点像他，他有点像杰尼斯的某一些偶像，可是不是木村拓哉。对，就是，可是我扮起来就是非常有障碍耶，因为那个脸型完全很难弄出来。OK。所以你们今天的妆是请全民最大档的化妆师化的。那最后不就为了郝柏村跟那个？还是以好真的帅为主，是不是？对。好，不然我们先看宇维的好，因为木村拓哉我觉得不是很乐观。好，来女鬼，我们要看那个邵雨薇的，直接看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木村拓哉的感觉。好写，我真的是唐本刚，对，很像唐本，就是某个日本的男明星哎，因为我觉得他凹凹的啊，我凹不下去。很像 V 六其中一个，是不是也蛮像小鬼的？对，有一点，算是很成功哎。真的吗？因为认不出来是女生的。我昨天非常担心，因为我觉得我很像是掉进泥土里面的脏小孩。
说是新推出的男偶像，我会相信吗？对，里面那件 V 领的也是男生的衣服。对，而且我还那个束胸。因为 V 领那种衣服就是汪东城他们很爱穿的。对，露胸肌，比较热啊。他的手腕为什么看起来比真实的手腕粗啊？好像是天人把手伸进去帮他抓头的感觉。真的耶，没有，像我那时候手摆这样的时候，像这个手指都不能出来，只能这样，要挡住手指头，因为他的手指头一出来就太像女生。他们最主要就是女生扮男的话，最重要是肩膀跟脚比例也会看出来，因为男生的比例上半身跟下半身会比较接近一样啊，那女生的话上半身会稍微短，腿长。所以天人这边还有他其他的照片，很脏，这个好像男日本男偶像，对啊，这很像男的，这个就比较女生，原本有手就不太好，对，所以其实这个露馅的原因是，其实我还有那个哎，加大我的嘴巴，加大怎么加？化妆，化妆，嗯，好像脸抬比较像哎，脸抬起来比较像，后来就是找到这个角度比较适合他，不然的话前面看起来会有点。这张好像哦，嗯，目前为止看起来算成功，而且假发改得很好哦，是从我妈妈变成这样，吓死我了。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你刚锁定强尼戴普的这位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失败率蛮高的吧。这个哈，强尼戴普嘛，啊，女鬼，我们看蔡徐，好，我们来看一下强尼戴普的感觉。不是强尼戴普，可是是还是像日本的，对，还是像日本的歌手的感觉，是不是也是有一点祝梵刚的味道？所以老师，他这个胸部你也没修过吗？没有没有没有，因为这靠阴影啊，他在暗部你就看不到他那个很明显。可是这两个，如果你去牛郎店，你会点谁？我觉得可能会点那个手。日本的，因为他看起来脾气比较好。Johnny 菜看起来不好对付。可是我觉得 Johnny 菜好像比较健谈哎。Johnny 菜，可是 Johnny 菜可能锁定就要你送他跑车之类的。对，他前卫比较重。对，就是有经历过一些沧桑。可是另外一个小男孩就感觉他是想要当吉他手或是摇滚乐手，他就会叫你资助他的音乐梦。就是他会败掉你的钱比较少，那这家伙就会让你倾家荡产。对，那可能会去赌博，然后被他抓去砍手，你就要帮他赎身。对。手上还有蔡诗芸的别的照片，这边怎么会变这样？帽子戴太高了，是不是？眼睛有点太无神。后来都有调整，对，慢慢调整。因为他刚那一张就眼神上比较没有那个男生的那个魅力的感觉，对，然后慢慢就再调整过来，慢慢这样就比较那个型，对，他也有这样子的感觉。男生也常会摆这种 pose， 对，一定会拉一下拉项链。所以他们如果要在路上走，都得侧着走，然后都要一直拉下来，一直让阴影保持在这半边。好，所以这两个我们先来让同学们选一下哈，就是不用管他们模仿的是哪一位，只要纯粹从摄影结果来判断，要去牛就是去牛郎店点一个嘛。所以去牛郎店的时候会点哪一个？会点比较靠近汪东城那边的那位的举手好吗？一个，会点另外一位的举手。哦，哎呦，压倒性哎！哇，这些轻压当点的真哇。好，那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张根硕那位好，对不对？张根硕。好，我们来看一下彩提的照片。好像哦，还像哎，厉害，好像哦，很有哎，摇滚花美男。不过有保种的味道，有，可是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他好像就是肩宽稍微窄一点，怎么办呢？到底要选哪一个牛郎啊？你如果消费额度够，你可以通通都点。我经济能力是还可以去的。是啊。所以彩提这个打扮应该跟你想象中就是一样，都符合。想象中对比较符合，其实摆动作的时候
天然老师是反而一直叫我要放松，因为我会不自主的一直想要盯，就算是这样歪头也会盯一个线条，对不对？这个算蛮帅的耶。对，他就一直叫我放松。他比较唯一的大的缺点，就我刚刚讲那肩膀真的他很窄，而且又微侧的时候更窄，后来有叫他再回正一点点，嗯，是，那增加他的肩宽，那让脸侧就好。所以我们这次是不可以在衣服里面垫东西的，是吗？都没有，也不行哦，都没有垫的，其实就原本的东西。可是其实像潘慧茹，你演过古装的男生，对，是演皇太子，超不像太子。太子那个戏有什么原因请一位女生演太子吗？没有，就是短剧吗？不是，是。内地的连续剧，然后他正规的古装戏，正规的古装戏，然后他只是要他以为你是男的，不是，他就是皇太子要出去做别的事情，所以他找一个人来扮他，然后他就找了就是他从小的对，然后来扮他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不像，因为所以你演的就是一个女扮男装的人，对不对？我是，对，但是因为穿那个皇太子衣服不是很厚重嘛，那因为我又很矮小，这边肩膀又很窄，所以我整个穿起来就觉得站在男生旁边就觉得好像少矮了一点，所以就算垫东西也无法使那个肩宽，很难，太难，因为那个太大了，然后我再戴上那个皇太子的帽子的时候，更觉得自己好奇怪。就你走路，通常走路都会很有风，那你就走路就觉得奇怪，觉得小孩穿大人的衣服，对，很不像。所以他们这次是比赛规则是有规定，不可以在里面塞电，也没有规定啦，只是说因为有时候你垫太多也会很奇怪，会变成他头超小啊。对，因为他们本身脸就很小啊，你垫宽的反而又更怪。是，可是汪东城，你们男明星应该多少会在西装里面加一些假肌肉吧？假肌肉，就是有些男明星。心里这个感觉像是万圣节穿的 Spider Man 的衣服。这说法有语病，就是西装本来就垫东西，所以。因为我听说有些男明星会穿那种感觉是胸腔比较厚的背心在里面，然后再穿西装，会看起来整个人比较挺拔。是，应该是姑爷吗？蛮想点他的，真的吗？如果光看这张海报的话，所以你觉得他不会冷淡你，还是你被他冷淡也心甘情愿？对，如果他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话，我是可以接受，我愿意花点钱。对，所以就是要靠角度啊。嗯，可是比起来眼妆来讲，好像是雨薇被弄得比较像一个单眼皮的样子，对不对？所以他是卸妆后本来就是单眼皮吗？没有，本来是双眼皮，可是因为我是这样，这张是这样子。所以不是有给你把眼皮粘住还是怎么样？没有没有。OK。嗯。所以天然手上还有彩提的别的照片。这个就太纤细了。对，这刚开始。对，有嘉宾。对。就是侧面都会比较像，正面就不行。然后后来也是让他坐下来拍的几个。嗯。这几张都比较不像。太女生。太圆润。因为也是一样手的问题。所以最像韩国的女明星扮成的韩国男明星，其实尝试蛮多的。所以其实是你选的这张最厉害。刚才那个小朋友已经出局了，现在还剩下有胡渣这个跟戴项链的这个哈。所以胡渣这位跟没有胡渣这位，会选择没有胡渣这位的举手好吗？哎，还是不喜欢胡渣，对他坚持不喜欢胡子，会选择胡渣的举手。哦，完全可以去牛郎店打工。所以那个菜菜不选，想不到不选张根硕的造型的这位，是因为比较像女生。你还是希望男性化一点。对，根据女同学们的目前领先是蔡诗芸哈，那接下来我们。看照片，看这个另外一位走韩星路线，韩星路线，木西演小姐。好，我们看一下她的感觉是什么啦。哦，她不是凤小岳吗？这也蛮帅，可是我觉得这是哎，真的很像凤小岳。这是歌仔戏，然后衣服脱了，可是妆还没卸吧？对啊，她好像跟她锁定的不太一样哈。我倒
锁定的是史源，但史源真的很难，因为我的脸就比他宽。对对，然后他们其实眉毛画上去的时候，我就觉得会像男生，但是可能没有像史源，这也很像年轻的杨丽花或叶青啊。不过眉毛被画得很粗哦。对，眉毛很粗。头发是假发吗？对，这是假发，我很期待戴这个假发。你扮过？我没有扮过男生，但是因为假发上去，我就是觉得，因为我很喜欢男生穿西装啦，是，对啊，然后他就是假发上去之后，我就还叫他大家赶快给我画鬓角，赶快画鬓角，因为我觉得有鬓角就是很 man。他其实有一张我觉得还不错，像有几张都蛮好看的，其实正面也还蛮有特色。这个恐怕认得出来是女的，叶青，这个。可是其实以现在偶像水准来讲，也瞒得过了，因为很多偶像现在也长这样了。嗯，这次我就直接问那个不喜欢胡渣这位哈，就是，所以穿背心的这位跟黑色的那位，你会选哪？就是戴帽子。啊？你不要！你是说？我说这两个没有胡子。哦，没有胡子的话会选黑色。真的吗？嗯。为什么？因为就看到照片真的觉得很帅。我很能聊哎，你钱不会白花，可是你可以花更多钱，就是请他就是把胡渣修掉这样。好，不过只有你一个人在走那个路线，所以牛郎店会点一位的话，请问会点戴帽子这位举手好吗？打领带的呢？哦，不错啊，又抢来两票了。谢谢。所以潘慧茹小姐是锁定刘德华，刘德华的感觉。好，来女鬼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刘德华的 feel。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毛利小五郎？毛利小五郎，金田一，罗文吗？刘小胡子，林子祥，林子祥吗？还是有点郑少秋有没有？有点郑少秋，对，还是古天乐松人吗？就刘德华，这是古天乐，这边有刘德华，也蛮像孙中山的。啊，不过你这样认得出来吗？如果我没有说是他的话。登在杂志上，我就说，哎，潘慧茹画胡子哎。我看看他手上别的照片，对，有一点蛮有点味道，古天乐还是刚刚有一张还蛮像，好像有一点吴彦祖了。我这个距离看真的有点像刘德华，哪里？这一张背对他吗？这个距离，因为我视力不是太好。你穿了西装，结果还是好窄哦。嗯，你整个人还是所以就知道那是我扮皇太子的时候有多不像。不过下巴的线条还不错。对，那下巴线条其实有点像。你自己觉得像刘德华吗？潘慧茹？我觉得眼睛遮起来蛮像的。眼睛遮起来？嗯。鼻子、嘴巴那边也蛮像的。鼻子好像有一点点像。对。我觉得还蛮像。全体大家在遮啊，好像露出鼻头的这一小横条的话，有一点点像，有一点像啊。嗯，好，我们先听一下美眉们的意见好了。所以那个戴帽子的胡渣的这位，跟新出现这个八字胡的这位哈，对，潘慧茹扮的这位，跟那个蔡诗芸扮的那位，会选潘慧茹这位举手好吗？零票，居然都没有。生意真的有够大，真的。那不然我最后给你机会好了，就是潘慧茹这位跟最那边那个本来要扮木村拓哉那位，好，会选潘慧茹这位举手好吗？为什么？为什么？以为不行，你生意不行，他们不喜欢小弟弟吧？我想是。有，我也很帅啊。汪东城，所以五位当中你直接选。点一位的话，就你现在要开牛郎店，然后你要聘牛郎，你旗下的黄金，可能是张根硕这一型，因为最近好像比较流行韩风一点。是 S 呢？我要张根硕。哇，所以虽然总票数不高，可是得到值很高的两个。好，辛苦你们了，很棒的照片，谢谢。原来性感女生们也能有这么俊俏帅气的一面。看来以后不止男粉丝爱慕，连女粉丝的市场也要暴增喽！穿越康熙，我们下次见。